黄华市广汇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，注册资金2800万元，是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螺旋地桩、光伏灌注桩、其他种类光伏地桩，还有光伏连接支架的生产型企业。工厂位于河北省黄华市，黄华是华北光伏螺旋地桩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。工厂位于黄华市大人村工业区，毗邻205国道，距离黄华港40公里，距离天津港100公里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利，方便产品运输。自2015年起，广汇五金先后扩大生产厂区，为光伏螺旋地桩的生产专门配备了光伏螺旋地桩焊接机、螺旋地桩缩管机、螺旋地桩制管机，还先后增加了5条热镀锌生产线，为产品加工热镀锌表面处理，保证产品的质量，减少产品生产成本，大力提升产品价格竞争优势。通过多年经营，产品营业额逐年成倍增长，综合实力在当地名列前茅。工厂已经通过 ISO 9001-2008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。我们拥有专业的设计、管理、制造、销售团队，工程技术人员8人，质量检查10人，工人数量300人，营销队伍15人，实现了产品供应、销售一体化服务，并拥有完善的售后服务，为广汇五金在激烈的光伏地桩行业竞争中保驾护航，为客户采购安装螺旋地桩产品消除后顾之忧。广汇五金的光伏螺旋地桩产品和国内很多大型企业均有合作，除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，产品还大量出口澳洲、欧洲、北美市场。优异的品质和公道的价格为公司赢得了大量客源。广汇五金多年以来以质量为生存根本，以诚信的服务为发展之道，赢得了广大客户的青睐和信任。在今后的发展中，我们将继续坚持质量第一、客户至上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竭诚欢迎新老客户光临指导洽谈合作。